情人节的时候，因为我都觉得说大家都有花，为什么没有花？那他每次都觉得说好浪费钱哦，因为花会枯掉。然后有一次啊，就是有一年，然后他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他有买情人节礼物送我。我说，哎，在哪里？就很开心嘛。他说在阳台，我一看，他就买了一棵那个发财树，我不知道干嘛，我真的不知道干嘛。他说，然后我就整个火大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就说这个叫这个多实际，根本。不会说这样几天都枯掉了，嘿呀，他这个被浪费掉了，满满的灌溉这样，啊，明年，哦，我就整个都没有 feel 哎，你应该会笑出来吧？不是，我是很气，不知道我当下是很气，嗯，我觉得这个人真的一点罗曼蒂克都没有。